在把面子哥叫上来，打一样的动作，面子哥肯定差很多。面面，来。我们泽哥说要教你几个健身，来，我们一起跟大家教几个健身运动哦，来。面面来，面面你多高啊？你做这个，做一样的动作呀。来，面子哥，你站，我看一下。你别给老板拿这个给别人看，你又干嘛？你看人家以为我多凶啊，平时帮我怎么对你的？原来是螳螂啊，面子哥。你能不能做一下这个动作？你能做一下？对呀。好了。尴尬啊，没办法，你来学，我帮你动作。你看，你帮我举起来，你举上下上下举，来，换你了。没事，不用装，不用，没事，不用那个，来，换你了。面子哥，你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你再来。面子哥他才几斤啊？你举下来看看，你来，你别养我干嘛？哎，他举你就不会养你。你该扣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弟们，坏毛病一直没改。来，冲！你作弊呀、啊？没有，没作弊。你真的没把我举起来，大哥。你俩泰坦尼克号呢？你看一下，你看泽哥，来，给你看一下泽哥的泽哥来，无敌狂甩爆炸那个旋转木马，给你看一下人工版旋转木马，人中旋转木马。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，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。我的妈耶！哎呦，我要慢慢冒险，爱的妈呀，转圈圈，甜蜜思念。是时候展示你真正男人的雄风了。你现在也开始展示了吗？这就是男人应该有的。没有，这是我昨天晚上跟那个面子哥玩了一小游戏啊。你怎么把这个衣服穿过来了？你昨天晚上有啊？不知道，不是吧？昨天晚上他让我跟他拍个视频，咋了？而且面子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可以双人荡秋千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你知道什么叫双？对，你先别来，来，你面子，你知道什么叫双人荡秋千吗？来，好，来，举高，撑住，来，撑住，行，我撑住了，来呀，三二一。来，泽哥上，泽哥来上一课，来，三二一。啊，这都不是最厉害的，泽哥。顶一下！你在说什么？你别给我直播间搞疯了！哎，别搞啊，别搞啊！来！兄弟们，来！兄弟们可不开心啊？上车！小黄车没有没掉，我们小黄车没有没掉是吧？我们跳个舞，小黄车马上就出来了。对，来一起跳个舞来！我怎么跳，你们怎么学啊？小黄车上了！啊，小黄车上了！直接上！啊，直接上了，直接上！来，第一个品来！来，兄弟们，第一个品来，给你们来一个。来一个非常炸的品，来，姐妹们看，驼品的情侣款阿甘鞋，看一下，对，看，看到没？这双我穿的是这双小白鞋，看好不好看？姐妹们看好不好看？兄弟们来，
来，这双鞋采用的 PVC 的大笔，耐滑又耐磨，雨天出行安全性直接拉满了。而且关键是什么？它底下有个4.5厘米的内增高，兄弟们，公分的增高看到没？显得腿很长，有没有？来，兄弟们，远远看，来，远远看，看我这双鞋，看这是没穿的，这穿了的，腿一下就直了，细了，有没有，姐妹们？看到？都说看，这是没穿的，没穿的腿，对，穿了的腿，没穿的腿，穿了的腿，来，姐妹们，4.5厘米的大底增高，兄弟们啊，穿上去拉长腿型，拉高身线。今天小黄直播间，姐妹们听好了，男女码都有，正码正拍就可以啊。来，听好了啊，日常价这双卖到299，今天小黄的直播间，听好了啊，兄弟们听好了，99都不要了。695000单杀折，杨姐，69 5000单，姐妹们可以冲啊！69 5000单福利品给你们上了，来，69 5000单幺零姐上车。而且跟他讲呀，他鞋底用的是 PVC 的大底，然后是超纤皮，而且是升级定制的大地棉鞋垫，看到没？这个鞋垫非常的软，来，你一穿上去的感觉呢，非常的舒适，脚感很好，拿来去健身，兄弟们啊，是不是很 OK？ 兄弟们看 PVC 的大底，兄弟们看，可以啊，来。来，为什么我唱？可以啊，69 10就上车，多少单了？5000。来，兄弟们，最后4950单。来，兄弟们，哎，玩个游戏吧，你知不知道最近很火的那个？来，哪个？尖叫鸡。哦，尖叫鸡打人，你知道吧？尖叫鸡打人。对。来，泽哥，你来一下。兄弟们，你就是我们三个人之中只能有一个人蒙眼，兄弟们想看我们谁蒙眼，就是把鞋这个绑在鞋脚底下哈、啊、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人在哪里。什么？你们我没听懂啊，我没听懂什么意思、啊、就是把这个东西绑在你这双驼色的这双鞋上面，驼皮，然后他必须闭着眼睛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嗯、然后他听到这个鸡的声音在哪里，哦，根据声音来打人是吧？对，那肯定我打了，兄弟们，我想不想被打，兄弟们？来，兄弟们，谁负责打？兄弟们，你们说谁负责打？兄弟们，你们一定要就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去选择人，兄弟们。我得实话实说，兄弟们，啊，你们在安全的范围内去选择人，对，因为如果你们不在安全范围去选择人呢，很有可能会出事，兄弟们。我们可能就马上直呼事故了，兄弟们啊，马很正，兄弟们，这个鞋子正码正拍就来。小华来，眼睛蒙眼来，那给我打人，打人什么工具用什么打。来，拿个东西来，来拿个东西来，我打是不是啊？我打啊，这么大一个哈、啊，兄弟们，这概率可太大了，兄弟们啊！来，眼罩给我一个，来上一个眼罩，上个眼罩来，小黄打是不是？小黄打 ，OK， 来，兄弟们应该泽哥打，不行，泽哥打，我马上出直播事故，我马上打死，面子哥打，这个。哎，这个不用蒙眼了吧？这我一圈扫射啊，有谁躲得过呢？这怎么打？这一圈怎么打？哎，这个皮带哎！这个，你们皮带，兄弟们皮带不行，皮带不行。来这个，好嘞，来眼罩给我，来眼罩哪一个？眼罩呢？来眼罩，刚刚第一场不是有一个吗？来。后面帅哥是谁？后面帅哥是我的之前的好朋友，兄弟们啊，我们的老乡好朋友，这个鞋子折，兄弟们啊，这个鞋子现只有5000单，大家真的可以去买。它这个其实做的就是这个叫什么阿甘鞋，对吧？对，阿甘鞋之前很火的一个牌子，而且它有4.5米的增高，4.5厘米的增高，兄弟们啊，无论是内是外增高啊，你在里面塞个内增高，你腿长得不得了，姐妹们。而且兄弟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哈、啊，它自带内增高，哎呀，你看啊、哦，它。除了这边扣底之外，它里面是增高到这里的，所以来开始，来开始，4.5厘米，来开始，绑起来，来开始来。那我吹风琴，你泽哥绑啊，来我绑泽哥绑，对，来绑什么？泽哥绑鸡，绑鸡，对，哎，鸡币你，我绑一只就够了吧？行，看我鸡币你，看我鸡不鸡币你啊？来泽哥穿下这个鞋，我试一下，我本来就已经啊很舒服哎。对吧？而且它还有4.5公分的增高哎，穿上去都快2米了。面面呢？面面，我打你哦！
妹妹，更高，只有两只鸡不是来，我上去更高。来，我给你绑一下泽哥来。来这个鸡，1000刀。行吧，男女款都有，兄弟们啊，你起来一点。进人来绑，来来，男女款都有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这个男女款都有啊，一双只要69。嘎多嘞，你要多绑两圈，多绑两圈不然会更好。来，这不明显，我体积那么大，肯定一打打到我了呀。好来，好你踩下去看看有没有声音。哇呀！来，我开始啊，那我就这个分情啊。好来，好来，面面呢？面面绑绑。啊，来，你先把眼罩，你先把眼罩戴起来，来，好。兄弟们糊涂啊！我来打、啊，我来打啊！那我要站在哪里呢？我要站在哪里呢？ 你要原地转十圈。对，不是，我得站到一个固定的地方。啊？我得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。对，那没有，它是可以动的，就在这个区域里。你超过区域，我们会阻止你。不是，你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然后原地转十圈，要不然我转十圈就这里啊。不是，要侧面，就这里。啊，这里，这里。发现你说打中了没？你老打我，杀疯了吧？我要杀疯了，兄弟们，杀疯了是不是？杀疯了！哎呦，我就跟你说了，兄弟们，男的哇，走走走，他来，现在面子哥打是不是？面子哥复活了，来，面子哥来，来换一个东西来打，哎，气死我！来换一个，换个猛一点，我来用这个，用这个，我打你们还是什么？啊？我打你们还是我被打？你被打。来，泽哥来，来泽哥来，泽哥来，正好玩是吧？来，拿皮带，拿皮带，拿给我，来皮带，来把鸡皮囊的皮带拿过来，来把鸡皮囊皮带拿过来给我，来把鸡皮囊皮带拿过来。拿这个的。你穿上去，你穿上去，你把鞋子穿上。鞋子穿上，我来。说对吧？这玩意儿是真。打车回家。贱呐！这玩意儿你一笑他就。啊我你也啊你也套一个，我也套一个，都套，来来搞个福利品给我。我刚刚被打了多少下你知道吧？来透明透明胶带，透明胶带。兄弟们啊，这个鞋子它真的挺好看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它有几个颜色，女码男码都有，而且关键是这一双它有一个4.5公分的增高，它是在外面看只有这样子，在里面它还有偷偷的给你增高了。然后你看我自己，兄弟们，我自己穿，我还垫了个内增高，这个小白鞋。很百搭，我自己穿，你看，我里面还垫了一个内增高，而且哈，刚刚我们拿给 K 哥看 ，K 哥他做鞋很多年，他自己都说这一双69你买到基本上真的很值得，非常的划算，姐妹们69一号链接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了，姐妹们福单福利品给你们发了啊，一号链接上车，来准备开始，来准备开始，来音乐，1500刀，来看一下啊，来。可是你这个打犯规呀、啊！用火箭打，用火箭打，用火箭，你这个太大了，你太大，打痛死。火箭也行。给我蒙上。我好怕呀、啊！你来给他蒙上来。你一定要给他蒙紧一点。你不能偷看、啊，你不能偷看啊！怎么做人要诚信啊？开玩笑。做人要诚信啊！做人要诚信啊！那站圈啊！啊，来。
要赚钱吗？要赚钱啊！赚钱赚钱赚钱！几千？你这你双脚不能动啊！几千？来啊，五十圈！什么五十圈啊？十圈十圈！好了啊，来吧，开始吧！啊！发出声音来！好爽啊！鸡头都掉了。站起来，妹妹。鸡头都掉了，先生。不是，打了会死是吧？不是，小花，你应该咬这个。你一笑，他就很快。你逗我笑。啊！好，行吧。下次再玩，下次再玩这个玩不了，这个我能玩一晚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啊，来，驼皮的情侣款碗面的阿甘鞋，兄弟们啊，采用解构的拼接设计，打破了传统鞋身的结构跟界限，是解构了，而且非常好擦洗。它上面有个4.5厘米的增高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来，姐妹们看好啊，这是小黄现在没穿的腿，对，跟穿了的腿，来，两个是不是都有差别？穿上去之后，你腿一下子就长了，就细了，有没有？来，穿了，穿了，那没穿的腿，穿了，穿了的腿，没穿，没穿的腿，穿了的腿，没穿的腿，穿了的腿，不是肌肉走线啊，是它有个4.5厘米增高呢，穿上去呢之后呢，是你的腿一下就长了一下就直了啊，久穿是不会闷脚，不会汗脚的，行吧啊，而且呢，鞋底采用是 PVC 大体，耐滑又耐磨，行吧啊，雨天出行安全性能直接拉满了，今天日常价格199，今天小黄直播间69块钱直接给你炸了啊，有链接上车，链接上车，来，兄妹。给大家上点福利品，好吧？好，来，来，哎，玩的有点累。Coco 是真惨，我跟你讲，下次，哎，不然这样吧，兄弟们还要，你下次少玩，我怕你鼻子歪了，有一说一。兄弟们还不要玩，到玩让小王咬这个好不好？好。你一笑你就，好吧，好吧，兄弟们到让小王玩这个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来，要链接上车啊，来下一个品，来，下一个我来打。好来，先给大家搞来，给他搞个福利品来，给他搞点福利品来，来，姐妹们啊，继续玩，好，等一下给你们玩啊，来，继续玩吗？喜之郎的果肉果冻，姐妹看好，喜之郎的果冻，正常去买，重不重？是轻的，很轻。来，喜之郎的果肉果冻，来，正常一包，外面去买是不是5-6块钱？来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八包、九包。9.9块一包，1.1元，要链接直接上车。来，要链接上车。哎，你这个舞蹈特效不会跳吗？喜欢吃果冻的啊，不要错过，姐妹们啊，看到没？我们用的音乐啊，来啊，来看，喜欢吃喜之郎果冻的不要错过，小小一个放在冰箱里面，还可以拿出来去冰箱冻起来，夏天就可以当冰棍吃，特别好吃。来看一下，来，一口一个，特别有汤。鞋子正码正拍，喜之郎的果冻非常清爽，来到手9包，9.9元一包，1.1元，一号链接上车，来下一个，来上车，给姐妹们上一波福利，来下一个品，来来下一个品，来下一个，来，姐妹们，咱们是不是要在包包里放一些湿纸巾，是不是在出门在外吃炸鸡吃披萨吃弄脏东西了，出门在外面洗手没有洗手池没有水的时候，来纯水湿巾来了，看一下，它里面是一包里面呢是有8片，来看一下，对，达菲的，看，纯水湿巾，
一包里面有八片，看纯水的，看到没有？来，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到手来，满满一整盒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八包、九包、十包，到手十包，九块九，里面有十抽，一包里面十抽，到手九块九不要了，八块九要链接上，上车，来，干了兄弟们，来，干了兄弟们，来，纯水的湿巾，来，姐妹们下一个啊，来。比比赞的爆浆小丸子，姐妹们，什么是爆浆小丸子？姐妹们，巧克力，来看一下，来一咬下去，满口爆浆，放到微波炉两秒之内，两秒之内你就可以把它加热起来，会爆浆，会流油，来看一下。嗯，横截面非常好吃，是那种牛奶的感觉。来，今天小黄直播间了，听好了啊，比比赞的爆浆小丸子，来到手满满一整箱，200克，9块9上上车。链接一号链接，好吃，来再来一个，暖暖糯糯的感觉，姐妹们哈，来，我们每天都要做什么事情？每天都要拉，每天都要拉粑粑，来，姐妹看，来背阴柔的拉屁股子吧，擦屁股子，来看一下，一卷比你的水一卷，要水呢，来水呢，来一卷比你的水一卷还要大一卷，是不是？来非常密，没有中间没有那个洞的啊，来今天小黄直播间，姐妹们看好了啊，这个屁股子，来在超市里宿舍哪里放一包都可以，来今天小黄直播间到手满满的12卷，9块9不要了，8块9直接给兄弟们上，8块9上车，来下一个一号链接，8块9给兄弟们上了啊，来下一个，来来下一个，来小羊甄选垃圾袋，小羊哥咱们的师傅做这个垃圾袋已经卖了多万单，说300多万单了，卖这个垃圾袋已经卖了300多万单了，好评率满满，而且你可以点开小羊甄选垃圾袋的评论，都可以用来装小孩，来时间不够，姐妹们今天小羊甄选垃圾袋给你装20斤，来水来水来来来来，现在小羊甄选垃圾袋已经卖了600多万了，来今天小羊直播间看到没，来两桶是不是20斤的，来它是抽绳式垃圾袋，两边抽绳一拉一提，来看到没有，来今天小黄直播间来到手75只，一卷15只，一号链接上车，小羊甄选它呀，主打是好东西用得起，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，没有在凡尔赛啊，对，我们来下一个品，来要喝牛奶，来早餐是要喝牛奶，喝酸奶，吃酸奶，卖饭卖片，来今天小黄直播间到手一个这么厚实的玻璃杯，你们看厚不厚，来看不容易摔坏是不是，但你真的要摔肯定能摔坏是不是，来今天玻璃杯拌早餐拌面片，喝水喝咖啡都可以，今天小黄直播间来今天一个这么厚的，来再给你一个，两个9块9上车，9块9不要了，再给兄弟们减一毛，9块8上车，来而且这个还是一个特别的，这个你看这个杯子杯身有种琉璃的感觉是不是， OK 来很厚实，兄弟们要链接上，可以用来当早餐也可以用做来做，来看了兄弟们，来下一个品，来下一个品，来姐妹们有没有想画眉笔的，来知道自己的头发颜色是黑色的，但是每个人头发颜色不一定都是黑色的，有的会浅一点的会深一点是不是，来麦欧丽的眉笔来了，姐妹们听们听好了啊，来麦欧丽的眉笔看一下啊，麦欧丽的眉笔，来它一共有5种颜色，黑色、灰色、中棕、深棕、浅棕，到手5种颜色，今天小黄直播间一单直接带走，9块9到手5支，一号链接上车，来画出来的这个眉笔的顺畅度啊是特别好的啊，而且还有那个看也不容易断，这个眉笔怎么画眉毛看，有笔有分有眉刷，今天到手5支，9块9，一号链接直接上了，来下一个品，来来兄弟们，来下一个品一定要跟姐妹们好好介绍一下，是我们我是等一下下一个品你要放音乐叫他们准备，来所有准备下一个品，来给大家来一个非常之火爆的产品，来姐妹们做好准备了，国产大牌，国产大牌牛皮天花板，来两个字的，来大家猜一下是什么，两个字的姐妹们猜一下，来柯南，来两个字姐妹们猜一下，来你不用再来，来油皮天花板，姐妹们油皮非常需要用到的一款水乳，国产大牌销量版在天猫在某猫在某宝都是这个，兄弟们来了，油皮来了，兄弟们
大油皮非常爱的一款水乳，来，糙米平衡控油乳，控油做得好，皮肤没烦恼，来，延续了第一代的冰沙质地，不假滑不搓泥，质地像水一样非常的清爽，夏天用非常好，来，清洁控油做不好，黑头顽固包包春分吹又生，是不是？来，今天激活的糙米水乳来了，有请我们的品牌方上来介绍一下，来。请喜欢我们后面这些，喜欢。好，等我挑一个带走啊，等我挑个带走，来介绍一下你们家产品，来介绍一下。除了这一位啊，来，就是油皮，就是直接选这一套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油皮天菜就是跟水一样的质地？然后还有这个控油乳，只要用不用一整泵哦，就按压上脸，马上一秒哑光。然后还有那个糙米洁面，就是油皮，听我讲，一定要选的。这个是215的，看一下，来。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，一点都不油腻。来，姐妹们来测一下油皮的天花板，大家油皮非常爱，三位一体的表活氨基酸和温和跟皂基深层去油，看到没？来，姐妹们看这个，我给它像水一样，像水一样非常清爽。如果你是油皮的话，一定要选择这款水乳，用上脸之后你会真的很爱。来，小球球测试，测试环节，来给姐妹们测试一下，来。油皮真的很爱，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问评论区问问我们评论区的油皮姐妹。来，姐妹们，评论区有没有用过激活糙米水的？有，打在公屏上，跟他们讲一下好不好用。看啊，来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看到没？已经洒下去整个手臂。来，我现在把它放到我们的小球球，看一下油不油腻，清不清爽，夏天烦不烦？来，看，看，不油不腻，来水。来，今天他们家从来都没有做过水乳套装的机制。我们机制的话就是达播两年了，没有做过水乳洁面酱。然后这个的话，现在目前只会在小王直播间有。好，来，今天水糙米水乳洁面是正装。来，这瓶多少钱？105。105。来，这瓶。这瓶多少钱？109。这瓶59。59。来，今天小王直播间再给你加一个这个。小样洁面膏，小样旅行装，来，再来一个控油油皮专用的乳，再来一个两个乳，再来一个三个洁面，来，看到没？两个洁面，来三个乳，再来他们家的精华，再给你两个，来，今天小王直播间再给你来一个糙米精华水，再加一个，今天咱们到手一共这么多，今天小王直播间只要199，1000单上车。再给姐妹加一个湿敷棉，看一下湿敷棉，对，100片哦，100片，来医药链接199，1000单上车啊！糙米水它是无酸的焕肤经典水，90%的糙米发酵液，平衡水油，就从根源做起，就用我们的激活糙米水，油皮天花板非常爱，来榜单给姐妹看一下，来榜单拿过来，给姐妹们看一下我们的糙米水品质有多么的好，来。来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他们电销每个月这个精华水月销30000加，来看一下，来，姐妹们看一下，来。200多块钱的有点小贵啊，竟然月销还30000加，姐妹们看一下，来，他们家糙米油皮啊，油皮买，看到没？控油乳液热卖版，他们是这个的，兄弟们，来，他们是这个榜单上是这个的，哎，兄弟们啊，糙米乳液，兄弟们看到没？来，今天小王直播间爽肤水好评榜回购率，来 ，BM 激活糙米精华水是这个的啊，他们是天花板，看一下，来。再来，他还有他们家的发明专利，看一下没？来，啊，来，这位可不可以？来，一号链接199，1000单上车。看看小王的话，30ml的糙米水和10克的控油乳，还有10克的糙米洁面，全都给大家试用，来，不要拆。来，姐妹们，来，再给大家什么加一个来，精华水、洁面。还有一个控油乳，这三个小样回去给大家试用，正装不要拆，试用不满意，剩下的一个字退。对，要链接199，1000单上车。要链接，抢你。
来多少单了？多少单了？一百单了，兄弟们，最后九百单。姐妹们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个水是我自己在用，我刚刚展示了我的那一瓶呢。哎，来，在这我自己也在用的激活水，因为我是一个混油，我 T 区很油，所以我把它买来干嘛？我买来用在 T 区，然后我这两边比较干，所以我这混油是真的很难受的一个肤质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我建议油皮的宝贝去买，干皮的在二号，欧莱雅的葡萄籽，干皮在二号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拍。对，这是油皮用的，然后像我这种混油也可以用，但尽量只用在 T 区啊。是的， OK， 可以啊。油皮的天花板真的冰沙的质地不狡猾不说，你一上脸的时候呢感觉非常清爽，夏天就要用点清爽水，尤其是我们大油皮，但小王是个沙漠大干皮， Coco 是油皮，兄弟们，所以他对这款超迷款信任感很强。来，姐妹们，今天咱们199到手这么多，直接一整套直接带走，最后多少单？最后八百单。最后八百单，营销链接上车。好，可以啊。好，来，兄弟们冲！好，先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，下吧，来，好嘞，来下一个品，来下个品，下个品。啊，行吧，买国际大牌认准红绿灯的黄，买国际大牌认准红绿灯的黄，那这是我们国产大牌，兄弟们啊，可以啊，来再来，男生也可以用啊，男生如果是大油田的话可以用啊，兄弟们啊，你男生的皮肤呢，它会更加，你用完我们的糙蜜水，你会发现会更加细腻一点，因为男生不爱护肤，兄弟们，你用一点就会发现你跟别的男生有质一样的质感的上的不同啊，来要链接，来这边来个福利品，来一个福利品，兄弟们，这个品很炸，兄弟们，昨天小杨哥卖了40000单。昨天师傅卖了40000单，来，今天小黄直播间看能冲多少，兄弟们啊，来给兄弟们来一个福利啊，来我，来兄弟们来，奥利给，是这个。星星的蛋黄酥，来姐妹们，为什么星星他们家要叫星星这个名字呢？是因为他们家糕点师星星是他女儿的名字，他做糕点给他女儿吃，所以做的更放心跟更用心。来，今天小王直播间来看一下啊，星星的松沙蛋黄酥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蛋黄酥啊，非常的饱满，而且颗颗非常好吃。来，喜欢吃蛋黄酥，喜欢吃甜品的不要错过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黄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看拉丝的，里面是有雪媚娘。雪媚娘蛋黄豆沙以及外面一层酥皮，哎呦，兄弟们，这个蛋黄酥非常好吃。今天小黄直播间，姐妹们切记听好，今天机制非常炸，喜欢吃蛋黄酥的不要错过。来，来一盒星星他们家蛋黄酥，来，来先生一盒，来今天小黄直播间两盒，三盒四盒，来今天小黄直播间4盒星星蛋黄酥，一盒平均下来，一盒平均多少钱？一盒是多少钱？9.9块。来4盒的话，是不是就已经40块钱了？今天小王直播间再给你加一个他们家的马德琳蛋糕，我昨天在师傅直播间吃，非常，等一下，昨天在师傅直播间非常好吃，看了一下，来，马德琳蛋糕非常好吃，很软糯，看到没？很松软。来，这个面包今天小王直播间啊，4盒蛋黄酥是不是？来再给你加一个蛋糕，2盒蛋糕，3盒蛋糕。4盒蛋糕，现在是不是8盒了？今天小黄直播间8盒了，一盒9.9块，是不是80多块钱了？今天小黄直播间再给你加一盒蛋黄酥，5盒蛋黄酥到手9盒，只要39.9块。这有多少单？这个只有1500单。1500单，平均一盒折算下来的话，你蛋黄酥4.4块买到一盒蛋黄酥，买到一盒蛋糕，姐妹们。39.9块到手9盒，1号链接直接上车。平均一盒4.4块。平均买到一盒蛋糕4.4块。星星是他们创始人的名字啊，创始人女儿的名字。为什么叫星星？因为他的爸爸想给女儿更好的，想给女儿更用心的，坚持高品质、安全、更安分、放心，而且是用的什么新西兰的牛乳，口感非常的醇香，里面的蛋黄是用松沙的蛋黄，兄弟们啊，鲜蛋黄选用安佳黄油去给到你做的。今天小黄直播间到手一共9盒，39.9块，平均一盒4.4块，1号链接上车，多少单了？300单了，兄弟们，最后1200单，1号链接上车。非常软糯的蛋黄酥，里面有雪媚娘，还有豆沙夹层，外面一个非常薄脆的酥皮，姐妹们，来听好了，蛋黄酥你正常去甜品店买一盒很贵的，今天小黄直播间到手5盒蛋黄酥，4盒马德琳蛋糕。39.9，平均下来一盒4.4，一盒1号链接上车，而且给到你运费险啊！五百单了。
走红吃半年。你害羞什么？你害羞什么？你刚做的菜太好吃了。哦，怎么了？然后这个吃不下去了？吃得下去，我要等一下，我要慢慢吃，我要留着慢慢的欣赏。哦，慢慢细嚼慢咽是不是？嗯。六百单了。来，六百单的兄弟们，还有九百单，一号链接上车。兄弟们啊，独立包装，开袋即食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你们肚子饿的时候呢，可以放一个在包包里面，放一个在小袋子里面。带孩子的时候放一个，兄弟们，而且孩子吃这个更放心、更安心，来是吧？不会很甜，它是属于就是那种清甜的啊，刚刚好清甜的口感。来，蛋黄酥外面去买，甜品店是不是一个4-5块钱？来，甚至那种现做蛋黄酥一个卖到7-8块不止。来，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到手5盒蛋黄酥，再给你4盒马德琳蛋糕，一号链接39.9块，平均1盒不到5块钱买一盒蛋黄酥，一号链接上车。蛋黄酥的横切面非常好看，来，它里面是有一个满满的蛋黄的感觉，姐妹们啊，满满的雪媚娘豆沙。跟酥皮还有蛋黄连接起来一个蛋黄酥，非常好吃啊！来，好，来下一个一盒里面有2个，姐妹们啊，是蛋糕还是蛋黄酥？蛋糕、蛋黄酥都有，姐妹们啊，来看一下这个蛋黄酥，它的横截面，我的妈呀，看。满满的蛋黄跟雪媚娘豆沙以及酥皮，今天小王直播间到手9盒39.9块，平均一盒不到5块钱，要链接上车。一盒多少单？还有500单，还有500单，你们最后500单。来，要去翻啊，嗯，下一个品。奥克苏的宝贝们，兄弟们啊，它是100，它的蛋黄酥呢是100克一盒，姐妹们啊，来一号链接上车啊，来下个品来，来，玩这个品，嗯，有得玩了，怎么来 ？Smoke， 来，姐妹们，健腹轮，夏天到了，是不是又开始卷身材了，姐妹们？对，来。所有男孩子也注意了哦，来，是不是夏天到了，要开始做练马甲线了，是不是？小肚肚好看，你无论是下身胖，你肚子瘦，它都会显得整体非常的匀称，有没有？来，小黄，来 ，smoke 的健腹轮来了，姐妹们啊，听好了，来了啊，它是有带一个回弹功能，就是说你用这个去锻炼你的腹部呢，它不会那么的累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妈呀！我真的想打晕。啊，来，他还给到你一个这个垫子，你试一下。来，看，它是有个回弹的感觉。嗯。然后把这个计时一扣，对吧？计时一扣，看，一开，可以计时记你多少个，姐妹们，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啊，来。Smoke 的平板支撑健腹轮，相对于普通的健腹轮，它发力更精准，而且可以做平板支撑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刚刚那个蛋黄酥一盒是几个？来看，2个，一盒里面有2个。来看，我看，对，那上面有。来，今天这个健腹轮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正常能去买一个健腹轮，200-300块肯定要的啊。对，来，这个是带回弹的健腹轮，坚持锻炼有助于肌肉更加紧致，然后练成马甲线，然后塑造更完美、更纤瘦的体型，是不是？女孩子现在是辣妹妆了，来没事的时候在家就来做2个。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啊，日常价158，今天79，再给兄弟们上了，再给来一个跪垫，一号链接79上车。车来，面面，你能做几个面面？哇，嗯，你猜一下看看。那个泽哥呢？泽哥可以做几个？泽哥，你觉得男生做几个不是细狗？一个。一直做。啊！跟你开玩笑，6块腹肌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吗？像多少单了、啊？多少单了？120单。120单。那你觉得能干吗？真6块腹肌，不开玩笑的。你觉得男生做几个不就是比较猛的感觉？对，一组肯定要做个20-30个吧，差不多吧。20-30个。对啊。嗯，来吧，面面，20-30个，20-30个肯定要有的啊，面面。来，面面做个20-30个，给大家看。来，这个是跪着的吗？对，跪着的。好，来。
来，我给你看啊，来啊，二三十个，来开始。好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来五个，六个，二三十个，二三十个，坚持住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个，十二个，十三个，十四个，十五个，十六个，想个准一百个，十七个，十八个，来，十九个，二十个，二三十个，三十再坚持。我是男人。妹妹，你信不信我能做一百个？啊，我能做一百个。我不信。小王，你真能做一百个？我能做两百个。真的假的？你信不信？等一下回家再做。你有毒吧？你怎么讲这种话？我做，我做，来，我做一百个。我来做。你能做多少个？从现在做到下播，做到十二点。不要了，算了。那不，你在后面做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卖点福利品。可以，可以，我听你答应了，可以。啊，我听你答应了，这就是男人，捍卫男人，你是男人。我是。啊，做吧。这太简单了。那现在做吗？我能做一百个，行吗？两百个不做不买。好，跟我呛是吧？干了，兄弟们，两百个，我今天忙没忙？我们忙不行，你别做，两百个你明天要残废。明天不行，小王，一，二，我们来点有难度的吧，怎么样？四，来啦，五，想个能做一百个，我能做两百个。七，八，一，十，一，十二，来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产品啊，就是它，来。给大家讲一下哈，它是一个平板支撑二合一的功能，科学的发力比较容易上手，因为是带着回弹的辅助的，比较不容易去磕到鼻子、磕到头、磕到下巴。大家可以去放心，然后比较容易上手。就是我对我们的肚子，它是可以解决一些，比如说我们夏天到了要穿这种衣服，要稍微露一点点小肉肉，对不对？45，它内置了一个静音的回弹装置，双轮的设计比较稳固。手柄它是一个泡棉的设计，比较不容易刮伤手。今天在我们直播间，79到手一个，啊，110啦，112，113，我们不搞鬼的啊，114，115，116，161。111，179，还最后一个，200，我的妈！200，行，哇！感觉受到了撕拉感觉，很耐用啊，而且我的手完全没有什么不舒服，还有我的膝盖。79，这可以买啊！幺链接上车。等一下，来泽哥，你来坐一下。来，来，我看一下泽哥快不快。来看泽哥，泽哥你先说你能做几个？一直做啊！一直做，来好来。别挡住人家泽哥，来。这不很简单吗？那我给你加点难度。啊。你觉得这很简单？我给你加难度。来，小王，你能背着小王做吗？上来，上来。好。来，赶。来，我怎么背呀、啊？来，你坐在这上面来，你疯了？坐。等，兄弟们说要坐吗？兄弟们，你这样子可以吗？不行的，他不行的，他不行的，他不行，他肯定不行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泽哥肯定不行的。这谁受得了？小王90斤啊，我93呢。啊，你93啊？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行不行？什么？要不要？你给我点。我是下不到啊，四舍五入，来来，裁判，来，来坐，来，扶上来啊。